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二喜，我现在在洛阳，洛阳的龙门石窟，然后现在龙门石窟我刚刚去过了，现在，这个是哪里呀？稍等一下，现在在白猿，这个白猿和龙门石窟的票是通用的一张票，它和前面的象山寺和龙门石窟白猿，这是通用的。一共90块钱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票。这个就是我的票，90块钱。然后这边的水倒挺好玩的，还有小瀑布，都结冰了。然后我们上去看一下，看这里怎么样。这个白猿原来是因为白居易墓园而命名为白猿的。第二代水，金屋，就想达到白居易的这个名声。对，唐绍赴白公墓。这个就是白居易的墓，好大好大，好大的一个墓。好大的一个墓！新加坡白氏代表团参拜白文公墓纪念碑，香山北园环宇复方。这上面全部都是碑文。这一个走廊下来，全部都是碑文，有30多米吧，全部都是碑文。这里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出去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